我觉得你想这个一定是想要为自己谋福利，但没想到是我抽到，对不对？我猜你一定是因为我男生抽到，所以叫我看镜头。对对对，阿乐我就会四目相交了。咦，猪？你在场内乱绕。嗯，你要去找到我。哎，有车子，有车子。我怎么有这么奇怪的啦？哇，好尴尬。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远？究竟想自肥的主谋有没有办法如愿呢？而识破他的男街民又会用啥招抵制呢？